林夕女士 Miss Lin， 你准备好这次小比拼了吗？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battle？ 林夕，华生最专业的艺员。有请羽翼科技的首席技术官肖一成先生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确定是初次见面？ 为我的自作多情，跟您道歉。让他喝。是林总监似乎认为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对当年的你怀恨在心、蓄意报复。我承认，我们爱过。有时候我觉得是我做错了，可是现在。 我觉得当年的决定无比的正确。明明现在我已经做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为什么现在他还是这样？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！林夕，如果回到八年前，你还会跟我分手吗？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 我知道你很在乎，所以给我一个机会，林夕。